原标题，历史故事，精彩惨烈的汉中之战。说起三国，我们最津津乐道的战役当然是官渡之战、赤壁之战、夷陵之战，这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三大战役。另外，关羽发动的襄樊战役、陆逊发动的石亭战役，以及诸葛亮发动的第一次北伐，包括后期的陆抗与杨户之间发生的西陵战役等等。但是有一个战役却往往被我们忽略，因为无论是正史《三国志》还是著名小说《三国演义》，对于这场战役的记载都不多。其实这场战役无论是规模还是经历的时间，或是其残酷性，特别是双方投入的兵力，双方伤亡的军队都不比三大战役要弱，可以说整体上比三国时期任何一场战役都不逊色。这场战役就是汉中战役，是刘备一生最最辉煌的战役，也是蜀汉最辉煌的一瞬，可以说蜀汉在一时刻最强大。然而我们如果不仔细阅读《三国志》，这场战役似乎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因为无论是曹操传还是刘备传，对于汉中战役琢磨并不多，而在诸葛亮传和司马懿传中也是一笔带过。对于这场战役的精彩，我们只能通过字里行间去寻找。最后我们不得不认为，汉中战役并不逊色于三国时期任何一场战役，其精彩程度超过任何一场战役。建安二十年215年，镇守荆州的关羽与孙权发生矛盾，孙权派人西取荆州，刘备率军支援关羽，而此时曹操手下大将张合深入巴西，已经攻打到党徐一带。刘备忙与孙权讲和，湘水化界后，率领张飞于垡口关大破张合，张合退走后，刘备在法正、黄权等人的建议下，率领大军与曹操争夺汉中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，刘备派遣张飞、马超、韦彤、吴兰等人攻打下邳，曹操派遣曹洪、曹休、曹真抵挡。建安二十三年218年，张飞屯兵固山，做出要截断曹洪后方的样子，但被曹休识破。曹洪在曹休的建议下，趁楚军兵力尚未集结之时袭击吴兰，雷同、吴兰等战死，马超、张飞于是退走。刘备又派遣将领陈氏去攻打马鸣阁岛，打算断绝汉中与许都的联系，但被徐晃击败，死伤甚多。七月，刘备亲自率军占据阳平关，曹操在许都治病，准备救援汉中。九月，曹操率军抵达长安。建安二十四年219年，刘备放弃阳平关，南渡沔水，于定军山扎营。夏侯渊率军来抢定军山，刘备派军趁夜火烧夏侯渊营鹿角，夏侯渊派张合守东围，自己守南门。刘备调10000多兵马分为10部猛攻张合，张合亲身搏战，刘备一时难以攻克。夏侯渊亲自率领精兵来救张合，刘备派黄忠攻打夏侯渊，黄忠乘着地势遭鼓噪大喊，奔袭夏侯渊。夏侯渊军与黄忠军短兵相接，夏侯渊及益州刺史赵勇等都被黄忠军斩杀。夏侯渊战死后，汉中曹军黄、孔不安、郭淮、杜袭等推举张合暂时统领汉中诸军，以安众心。张合率军驻守阳平关，刘备击斩夏侯渊后，打算渡汉水来攻郭淮。郭淮部下见己方兵力过少，难以匹敌，建议郭淮可依汉水结阵，但郭淮却认为这是示弱，应该远离汉水结阵，趁刘备军半渡时袭击。但刘备见到郭淮的结阵方式没有渡水。三月，曹操率领大军抵达汉中地界，进驻阳平关。刘备在山上扎营，占据险要，固守不战，与曹操对峙。刘备派人到成都，让诸葛亮调兵来支援。杨逢以汉中是益州咽喉，家门之祸，存亡之机，
劝谏诸葛亮在这种时候应该男子当战，女子当运。时黄忠在赵云营内，黄忠见曹操运送了这么多的粮草，于是建议赵云可以去截取，但曹操的屯粮重地应该是有重兵把守，为谨慎起见，赵云与黄忠约定期限，然后再让黄忠领兵去截粮。黄忠果然中了曹操军的埋伏，赵云率领轻骑前往救出黄忠、张柱等回营，曹军紧追不舍，直到赵云营前，赵云大开营门，偃旗息鼓，曹军怀疑赵云设有伏兵，引军退走，赵云趁机反击，曹军惊骇，自相践踏，死伤极多。后来刘备开始主动出击，派刘封于阳平关前叫阵，曹操大骂刘备常派义子出战，称自己可用黄须儿曹彰来与刘封一战，曹操于是派人去找曹彰来援汉中。五月，曹彰日夜兼程赶至长安，但曹操已经撤出汉中，汉中之战以刘备的胜利而结束。秋七月，刘备趁汉中亡，汉中之战曹刘双方都投入了非常多的战力，刘备方参战将领张飞、马超、赵云、黄忠等，曹操方参战将领夏侯渊、曹休、曹真、张合、徐晃、郭淮等，都是三国时期的名将，可谓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。无论从哪方面讲，汉中战役都丝毫不逊色于三国时期被史学界定性的三大最著名战役，比其中的任何一场战役都要精彩。然而这场持续了将近两年之久的战争，史书上却交代非常少，历代也少有对这场战争的战术评价。诸葛亮曾说，及至孟德，以其决胜之力，举数十万之师，救张合于阳平，势穷虑毁，岂能自脱？辱其锋锐之众，遂丧汉中之地。司马懿也曾说，西武皇帝再入汉中，几致大败。汉中战役经历的时间长达两年，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之一的官渡战役历时一年多，而赤壁战役仅一场遭遇战而已，一场浩大的战役就瞬间完成胜负，而夷陵战役前后约一年多一点点。相比之下，汉中战役发动公元217年，结束于公元219年，前后经历三个年头，几乎整整两年。所以从时间上来看，汉中战役要比三大战役都要长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